而且这个舞蹈太可爱了，影片啊点击率相当的高。老肖有时候可以很帅，但有时候又好萌很可爱，然后又很会自拍，好难啊，但是又好可爱，好想学哦。嘿，什么什么？耶！太夸张了，哇，这是1.5倍 music。Oh my god！是。掌声！哇，厉害！老肖，手势舞学了多久？学了多久？就是上次拍的时候学的，就是拍的当天学。没有，这个很简单呐、啊，你们看一看就会了。对啊，这种舞还好。可是我现在跳跳只想跳那个英式版。会啊，英式版我最擅长。已经懒了，是不是？老肖跟那个小 S 蛮熟的嘛，那有听到那个大 S 他的第三段、哦、我知道，消息，这个消息我知道，很遗憾啊。我觉得两极化啦，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抉择，因为任何抉择都一样，但是当然尊重当事人的决定，因为，如果一个小朋友。就是出生的时候，他是会很辛苦一辈子的话，你就算再给他再多的资源，你就算你再有能力，再有金钱，再有人，但是他是独立个体，他要承受的压力你没有办法控制。但是我觉得各方面来讲都是两极的反应，就有人会。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好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很先进嘛，对，大家也可以用不同的思维去看每一个抉择，